曾焕问老师：“伊个山啊吼是虾米情形？”哦 ，damn， 这是探区嘛，老师，这敢是探山？这有两种吼，这有一个一点一点乌乌，然后有一点点吼，小块这是这个啊，这个探山，但是这内底还有黑斑病吼，这山啊大概足罕子敢那看到探山哦，尤其你也是拄采收落来吼。很少吼，真少吼，真少去看到讲干那探生吼，所以呢，这个多数咱看到吼，多数咱看到的这个情形呢，啊，拢是几啊种吼，都会很多种呢，啊，这物件呢去甲伊啊去甲斗斗做伙吼，啊，尤其像这个啊，咱咧讲这个黑斑病吼，这咱啊。其实探生当然是上严重，但是到尾啊，有当时啊，到温度吼，即、這个因为探生吼，只要湿度呐较悬的时阵吼，大概都很容易得着吼，即、這个炭疽病。所以山啊一个即个探生呢，啊，一旦讲是全世界性的一个即个病害吼，伊只要呐湿度了较悬，像今年吼，今年冬天也无讲真冷，然后又有点。春雨迷蒙的时阵呢，吼、哦，这个有的作业在真严重，吼、哦，所以这点呢一定要稍注意者，吼、哦。那伫花水有可能都开始红个，吼、哦，尾啊就掉掉，吼、哦，到幼果，吼、哦，一直到果实成长甚至慢落来，这同款，吼、哦。啊，像即阵啊，你山野菜收煞，伊枝叶管顶还阁有这个尖层这种，吼、哦，啊，一点一点，所以你这果管顶有一个一点乌尖层这种呢，啊，这种炭疽病你真看起来无介乌吼，但是小甲藏一个伊的啊，伊个所在的慢慢，这炭疽病呢就会给它表现出来，吼、哦，这都有这款呢，这情形的嘞，吼、哦。那另外一个就是讲，伫这个山野当时啊特地的时阵，吼、哦。那会有一个这个病讲为地下入去吼，伊有一个那种叫滚水烫掉这款吼，所以你这有三粒山啊，其中一粒倒手柄一粒吼，啊，伊有一个一大吼，改成你无足明显看到一点，你若看到明显有看到有一个圆，小块较圆形一点吼，啊，这种呢，这通常是含这个探生有关系，啊，你若是无看到较明显，你也看到也是一个。啊，改成用尾安尼北埔这种吼，即有可能去套之类去干掉水，咱讲的水库啦吼，即大概即个是情形吼。啊，那是啊一大乌乌吼，改成啊黏吼，啊你会看到伊现在是甚款吼，反正你会看到伊安尼乌乌吼，啊即、這个情形，即大概拢是伫。这个啊，这个黑斑病吼，那是讲温度啊，佮有一点点啊落雨吼，大概呢，这个就去钓钓吼，这都开始啊，小看像含疫病作性的啊，疫病吼，伊通常会反白吼，会反白雾，啊，你有当时啊，那是小看碰吼，扑那些乌吼，啊，一大，啊，有的甚至呢，会当从啊扑起来了吼，啊，怎要讲要？皮吼用要跌破去，这种的这情形吼，啊你甲种的内底有哪种老人这种吼，这多数呢拢会是这个黑斑病吼，这黑斑病吼，那么这大概是这款的这情形，所以呢这另爱小心去改这个做处理啦吼，所以这是啊这个山野的这个炭疽病加着这黑斑病吼，那么探生当然咱用着探生的这个药啊吼，黑斑病这个药啊吼，这两种因为一个探生是真菌吼，真菌类的这病害，所以咧用的这药啊含。啊，这个乌斑是无同款，所以你通常是两种爱夹做伙用吼，因为这两个大概就是咱咧讲啊，难兄难弟安尼吼，啊，真容易做伙来改这发生，所以一般咱拢会建议讲，咧防治的时阵两项爱做伙吼，两项爱做伙来改这个防治吼，啊，所以就咱好朋友呢，小做一了解吼，这大概伫这个防治上，那你一定爱小来改这注意一下吼，啊，话讲啊，我套地啊，感觉这无法度。伊个底啊，若包无好势，伊顺迄个膨入去伫各管顶咧，你感觉嘛是要过会掉吼。所以有个人咧转药的时阵，啊会特别伫即个你有包起来，你嘛是爱转吼，还是讲要包进前，你着爱先转好势吼，即该做处理着爱该即个做处理要好势吼。啊，即个酸啊吼，大概是。炭疽病吼，炭生应该是上严重的一个病害吼，
伫全世界各国拢是同款，吼，碳酸拢是同款。那目前咱台湾所种的这山啊内底无一幸免，吼，这爱闻第一名，吼，这上老掉病，吼，这真济是安尼。有个人种甲无爱种，就是讲吼，迄真正是无法的，吼。所以原因是哩，啊，但是这物件你若无甲抓到，吼，伊个掉病个足歹看，吼，这。伫销售上你也无虾米款的一个价值吼，所以这一定爱做好这个防治吼。那么伫碳酸内底，咱用的吼，可能真侪人会讲啊，迄种百克明就好啊吼，无遐简单吼。像这种，像这个百克明、亚托明、三氟明、克苏辛吼，这种这四种药啊是同一类的这个药啊吼，伫同一水内底。卖抓伤侪遍吼，超过四遍起哩呢，大概这个效果就变足歹。你啊个浪一段时间，所以你久久啊甲抓一下这类嘅药啊，效果袂歹吼。所以你就是爱这个无同款嘅药啊，小去甲轮塞普富泰宁吼，还是讲像这个克热净吼，那这个物件，这个普克拉门吼，加贝芬替、代克利吼，这类嘅这药啊吼，小更加用吼，卖定高机，袂讲啊，都百克明甲抓抓就好去啊，那遐好用就好啊。好，那么所以呢，这可能在这提醒到咱所有的这空中好朋友哈，这啊一般来讲呢，这个是一个足重要的这个所在哈，当我咱好朋友小做一下这参考哈。那这山啊，就是这个道理啦哈。反正呢，这今年的这个山啊哈，那很让大家头疼哈。这有的人讲哦，今年山啊山量有。这是还未落雨进前，吼，这大家介欢喜，吼，山啊瓜你甲看，现在任何一丛哦，啊，拢生甲，啊，感觉生甲真济，但是你即马甲看起来，好像就没有那么的可惜，吼，啊，你会发现讲，哦，迄掉病掉啊足吃力的，所以，伊的一个即个可销售的即个产量并无讲真悬，吼，所以这是伊的困难，然后就是讲咱咧栽培即个山啊，吼，这必须要去面对，吼，迄阵，这有时啊，咱也是。就是足无爱讲注晒啊，但是有时啊，咱就是一直在提醒吼。比如讲，当初这个几年前也没有很多年啦吼，起码我们就不讲哪一个县长吼，迄阵鼓励大家甲这个记掉吼，甲柳丁记掉啊，记掉讲叫大家一个补助吼，你记掉这个柳丁会领一条钱。啊！你买山，你也种山啊！吼，啊，佮有一个这个宅啊，可以当补助啊。足侪人落去种哦，去种这个，因为阵啊，在那个时代吼，这个山啊，这个外销还不错啦吼。恰恰有一个这款呢，一个就是效果上好像还可以吼，这外销啊。所以呢，就干嘛讲？从南到北咧种吼，迄阵咱就足担心的吼，因为外地认为讲这山啊足歹顾的吼。台湾其实歹果冻呢，你也是可以去挑战，我感觉也是可以吼、哦，这没有什么问题吼，无啥物款的这问题，但是就是讲，迄阵咱就甲真侪好朋友讲，你也是要种吼、哦，有人问咱讲阿伯啊，我这柳丁记起来要种啥吼、哦？啊，迄阵咱拢叫你种啥？种碰柑啊，碰柑歹种。啊，伊讲啊，碰柑足歹种，啊，要伊想要种山啊，种山啊，这些当然爱细致啦，吼，因为山啊嘛无讲价，嘛无真好顾安尼吼。啊，自迄阵咱就甲伊讲，你会当考虑，若是袂积水的这个所在，你会当去种洛梨，吼、哦。自迄个时阵，啊，我也得讲过真侪遍，吼、哦。啊，这真侪好朋友讲，伫咱哪来吼？哦就是听种朋友啊，不过讲啊，迄阵都听你讲种洛梨，嘛戆戆落去甲种，我想讲遐袂堵水啊，即嘛喏，伊讲啊，都戆人有戆福啦吼，咱都戆戆啊种啊，改性也袂歹，改性嘛袂歹安尼吼。但是这就是讲很可惜啦吼，咱台湾对着一个啊，其实台湾有几项这个物件，咱真的可以去稍微规划一个，当形成一个这个产业吼。山啊是其中之一吼，但是唔是全部的人拢会种山啊啦吼，当然啊，你也是会当家发展咯好势，因为即马吼就是。伊歹顾吼，伊山啊有天然的这限制，这一寡那是业余的吼，这种石头啊，要加入这种专业的这团队来做这外销，无遐简单吼，所以有一个自然的这淘汰。
有一个主人的这个淘汰掉吼，诶、哦，这个会淘汰掉了吼、哦，所以这通常修啊，这款呢，这个经营的咧吼、哦，所以这里加当好难好朋友吼，就、哦、啊做这了解吼、哦，这大概真容易去度掉的这个经营吼、哦，所以啊，这芒果也真的不容易吼、哦，这啊只要拿好种。哦，你通常你就知影吼，只要它容易吼，这项代志那是足容易的啦吼、哦。那么都没有拢无虾米款足好的一个，在市场上吼，伊、哦、就卡袂掉啊。这因为困难的吼、哦，一定就是好做的人别人提起做，困难的才会留互咱哦。这道理就是安尼吼。嗯哼。